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么多的这个利空哦，包括刚刚讲到，哎，现在这个新市场哦，这个破产危机也一大堆哈、哦，那通膨还这么高哈、哦，那有经济衰退的这个，不要说疑云了，确定基本上美国就往这个方向走了哈、哦。国安基金有办法以一打十吗？你觉得这个时间点进场？那这一次聪明吗？这一次非常的艰辛哈、哦，他要打这个仗的话，可以讲说，我说实在，未来绝对是一段。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的一段奇迹啦。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哈、哦？各位你看一下，国安基金从2000年到现在总共护盘有七次嘛。那七次的话，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什么？它在护盘的时候，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都是往下的哦。哦，那总共有你看到这个地方哦，2000年的话，政党交替的时候它是往下的。那在的哦，网络泡沫它、欸、那个联邦基金的利率也是往下的哦。嗯、那只有一次的话，319哦，这个枪击，当然这个政治事件那个护盘没有几天。那之后的话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哦？2008年，那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也是在哦百分之以下，也就代表零嘛。那一直到2008年这一段期间，利率都是不是在零以下，就是往下的。那除了这一次的话，你看到、哦、我们最近的话，大概美国联准会升息了六码嘛，六码后面大概有七码至六码嘛，也就是说，以目前来讲，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只是在升，哦，往上升息的半山腰而已哦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个人认为非常难。第二个，各位你要了解哈、哦，现在14000，那过去国安基金七次护盘里面大概平均起来大概7000点，那你很简单一个概念就是说，你现在买一张，如果说哦是14000块的话，那以前可以付两张的股票嘛？简单的讲，就台电来讲，台电的话以500块来讲，你现在买一张就要500块嘛，那过去可以付5张。那简单的讲就是说，哦，国安基金现在的5000亿就是过去的2500亿在护盘而已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美元指数，国安基金是认为不会跌那么惨，是不是？子弹够是？我个人认为这个后面的问题很大，更何况我们第六次、第七次的话，它的护盘的时间都超过200天以上了、啊。这个问题来了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的美元指数一直会往上冲高。那各位了解哈，最主要原因哈，就是欧元的话升息的幅度绝对不会像美国升息的幅度那么大。那欧元相对弱势嘛，那它在美元指数里面占了57%。那日本不用讲的哦、以目前来讲的话，他们的执政党这次选举大获全胜。那大获全胜的状况之下，他们一定会修宪法。修宪法的话，一定会变成军国主义的国家，必须要有武器嘛。武器的话，它经济一定要好，这个是一个政治的问题。所以，日本的话一定是一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直下去，所以美元指数会一直升值哈。也就一直往上，那这个就很大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会造成我们刚才讲到的，像我们刚才讲到新兴市场的一个债务的问题等等。更何况美元一直在升值当中，那将来我们都知道，美国有很多企业都是在国外的，那这些国外的企业，它的营收会因为美元指数的美元的升值而减少，获利也是一样哈。这是两。第二个，我们的。说实在，要救股市的话，我们中央银行也要努力一点啦。为什么？人家如果美国升三码，我们只有升半码或一码的话，那很简单一个道理嘛，大家一定会快点把钱汇出去嘛。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个人认为这一次护盘的话，相对会非常的辛苦哈、这是我的看法。OK 哈，会很辛苦哈，不合经验法则哈。木华，你看好吗？护盘一定辛苦的哈，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国际的大环境后面变数还很多，这我刚刚也有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哈。但短线上面来看哈，大家可以看到像费半啊，像纳指啊，这个道琼已经一个月没有破底了哈。这个一个月没有破底，我们可以视为说美股在寻求一个底部的情况下，好，所以在这个点上面，短中线上我讲说，国安基金在这边护盘，它其实是有这个国际的利基哈。再加上台股在技术面上小双底也是有这个利基。好，那刚刚董老师讲到就是说，后面有可能会下探到12000，甚至这个11000哈，这个十年线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也存在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国，你觉得可能性有多高？你自己判断。我觉得大概，因为这样讲好了，我觉得其实如果以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，其实国安基金护盘在13500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因为那个地方是60，但它提前进去了。对，那个是一个60个月的均线，好，60个月线的60就5年线的位置哈，那个地方其实具备一个很多条中长线支撑区，那当然下一个就刚刚董老师说讲那个12000点那边，再下单就10年线。其实以国安基金的这个操盘人来讲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一个思维了。好，但是13500点进场那是一个非常有可能，但为什么会提前，一定有他们的苦衷，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它。好，那至于说这个即使是跌到12000，好，那请你
我们如果说从这一波的14000到12000是有还多少空间，大概就10%、嗯、那如果从12000再到这个11000十年线大概有10%，那这个也蛮符合这个现在目前一般华尔街看美股的逻辑，就是说标普有可能会跌到 38% 到 40%、嗯、就是再跌 20%、嗯、那台股呢这一波加权指最深的时候跌 24%、嗯、那再跌 20% 呢就40%多、嗯、也差不多，所以也就是说那国安基金它往下护它终究它最后会成功，为什么？因为就 20% 的空间嘛。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以这个散户投资人来讲的话，你现在就思考一件事情，那我子弹多我就跟他一起吗？对，你现在要思考一件事情，你下去最多 20% 的风险，好，10%到 20% 的风险，但你上去的利润有多少？可能几倍，好，就是说以现在这个点上，你看长远，看5年、10年，好，它后面恢复大多头行情就有几倍的这个利润，你在这个地方不值得你在这边去赌它一把，你一定要去摸到绝对的底部吗？我这边要跟大家慢慢进场，跟着一起做。对，现在其实可以分批的小幅的慢慢进场，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做短线进出，好，有赚就跑，然后呢去等这个所谓的中长大底。但是你也可以采取一个所谓价值型的，因为我觉得经过这一波的4000点下来，其实价值买点渐渐浮现了啦，在这个地方不需要再去看得太空，哦，当然我同意说有可能12000、11000都有可能来，但是呢即使来 even 即使来，我刚刚逻辑很清楚，就10%20%的空间，你值不值得在这个地方做中长线价值投资，还是说我一定要去摸到最低点啊，我讲实在的，那如果你一定要去摸到最低点，你现在可以完全空手了，好像几次来庆颖的节目，先前几个月我一直建议大家尽量提高现金，很多人不相信，哦，但是现在我反而要跟大家讲，经过4000点的下跌，其实不需要这么悲观了，你反而应该开始渐渐心态上面要开始比较正面去看待，至少就最多20%啦，对，最多20%，美股也是一样，上去的话空间无限啊，当然呢，因为长线多头行情，我们人类历史都是这样子嘛，百年来就是牛长熊短嘛，哦，这个定律不会改变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历次国安基金，我们回到国安基金这次进场，它的角度是什么？国安基金过去7次进场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7次进场它的角度是什么？它2000年那时候是初试提升啊，也没经验，所以它护在那个政党轮替的高点之后呢，它在当年的年底又进场一次，2008年那一次它也是进在高点，那接下来最近3次它都是在10年线，所以呢最近3次的逻辑是在10年线那个地方才进场，但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这次它会在这个地方进场，乖离这么大，乖离10年线这么大，是因为过去3次它护盘的那个点位跟10年线，其实就是说高点跟10年线乖离都不大，哦，它其实都是在10年线上面一点点而已，所以很容易10年线就被跌穿了，但这次因为拉了3年大长多，所以呢它乖离很大，所以它没有办法等到10年线才进场，这个是可能他的苦衷了，啊。好，那不管怎么讲，2000年、2008年那一次，那两次他进场点后面都大跌一段，但到最后他是不是赚钱出场呢？还是一样赚钱出场？因为什么？撑久了就是他的赢面嘛。国安基金有5000亿，他每天买个3-50亿，每天买个3-50亿，他撑不过30个月吗？大家都知道，美国股市再长的熊市也不过就30个月的时间，他撑不过去吗？它的逻辑一样，下面10%20%的空间，我就跟你拼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回到这个角度，就是说我们的投资人，你是不是要用同样的逻辑？当然是每一个人的选择。好，那重点也要看你现在手上的现金有多少。如果你现在是深度套牢，满手股票，那你当然没有这个条件。如果你是早就把你股票满手90%的人，还有20%他也惊了哈。对啊，他要慢慢进场选对位置。如果你手上现金很多，你当然在这个地方可以开始择优逢低，心态上不要这么再偏空了。好，反倒是可以这个选一些好的产业，慢慢观察了。好，我们就说人生就是学到跟赚到哈，这一波我想大家学到很多教训，将来有机会可以赚到哈。那这个黄主委，我们金管会的黄天牧有特别透露说，30岁以下的本来很担心小白的状况，他说其实这个受伤的没有很多，上半年当冲违约3000多人，30岁以下的年轻人差不多不到100人，99人，他说比例很小哦。所以少年股神是这一波提前出场很比较厉害吗，董哥？那我个人看法应该是很多是提早阵亡的哈，提早阵亡，对嘛，一定更早就阵亡。对，我就举一个我最直接的，我的亲戚的小孩27岁啊，那也还没成家有女朋友了，哎，突然有天听他讲什么，他玩股票输了30几万，哦，30几万怎么输的？他玩当冲啊，一个多月两个月就输了三十几万了，那要交割啊，你30几万你怎么交割啊？那只好跟他的妈妈讲了。他输了30几万要交割了，没钱了，妈妈气得当下就要断绝母子关系啊，
妈妈赚钱那么辛苦，你一下子给我输了三十几万，去哪能赚三十几万啊？怎么办？定存解约，救儿子。救完儿子呢？那儿子怎么办？本来是做那个保险 sales， 业绩又不好，也没有固定。后来跑去什么？哎，终于去到了工厂，到南科去了，到那个群创，郭台铭的群创做面板的，当工程助理工程师。怎么办？慢慢还钱，慢慢还钱了。那这就是我看到了，很早就阵亡了。那阵亡以后，你说这像股灾怎么跌？它也跌不到，它已经输光了嘛，早都阵亡了。这是一种案例啊，一种案例。我现在在大学教书，我一直在推广大家怎么去分析这个盘势啊。就是在解盘，你们两位都是嘛哈。我给你一张图，我给你一只股票，你马上就知道它的短中长线的多空趋势。知道多空趋势，你就有它的正确的应对措施，该买还是该卖还是观望。所以这些大学生、大学三年级小朋友都会了嘛。都会了，有个小朋友，有四个小女生，很可爱，跑到我另外一个学校去教那个旁听，因为她课冲堂来旁听，每天个礼拜来，然后下课又问我说：“你到底有多少钱投资啊？”大三的小女生，她说：“我手上有四十几万。”哦，那我说：“你买几只股票啊？”她说：“买了七八只。”我说：“我们怎么操作？最多不超过十只，三到五只，你买要七八只。”然后她说呢，她买了一只股票，超过二分之一，二十几万，叫做台积电的，那差一个字。叫做利基店，哎呦，他爸爸推荐他买的，他买了二十几万那只股票。我说我们刚教过大家了，怎么判断短中长线的多空趋势啊？那你看，你告诉我，现在是他的股票是短中长是多还是空啊？马上能够解读啦。短线是偏空，中线是盘整，长线是偏多，他都讲得出来，就能知道了嘛。那短线偏空该怎么做？卖出啊。中线盘整该怎么做？观望啊。长线偏多怎么着？持股续报啊。所以他都有一个逻辑，所以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早就阵亡了，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有学习到以后呢，他提早按照纪律卖讯就全身而退。所以我跟你看嘛，现在三十岁以下，那个主委讲说，好多那个年轻人避开这一段，有学功夫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该遵守纪律，该买该卖该停损停利。但是有一种是完全不懂的，像我刚才讲的亲戚小孩，阵亡了，早就阵亡了。像他，尤其是我上去年吧，上了另外一个来宾的节目。他如果讲什么呢？很多网络 TPP 是不是讲了吗？很多大学生玩航运三剑客输了百万，所以很多玩航运三剑客的在去年就毕业了，还不是今年毕业。所以更看把这一波来讲，三十岁的很多人都避开了，没有避开，是去年阵亡跟今年年初阵亡的一堆。好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，这是很宝贵的一课了。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啦。现在阵亡三十几万哈，如果你是五十岁阵亡哈，这个数字不知道成多少哈。好，学到比较重要，再把它钱赚回来哈。